上个半局跟陈俊辉讨论配球，是不是配球方面要拖投一些外角球？点了，投手。哎呀，这个传球有一点高啊，怎么传了一个小便球？那没办法，他要争取时间。嗯，他已经尽力了。嗯，他要争取时间，所以他可能这个球也没有说拿得很好。会给一支安打。继续上面的、哦、还是给失误？给安打，应该是给安打。对啊，点到这个地方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球我们看啊、哦，接到球以后。球没有拿好，是球没拿好，他球拿成变速球的一个握球的方式，就没有拿稳。我在了，我在了处理了、嗯。我们看哈、哦，这个过程当中啊、哦，五个手指头握球，然后传出去是变速球，哦、就变成一个超高抛物线。嗯。